喂喂，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2月26号，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 BNO 嘅最新政策，系好事嚟嘅。咁啊，话说呢个 BNO 咧，只要你父母系讲紧父母啊，是但一方系拥有呢个 BNO 嘅身份，即系曾几何时，咁你又知道啦，最好应该以前都稍有提及嘅，咁然后你系可以以独立申请人。记住呢样嘢啊，系独立申请人嘅方式，咁然后去申请呢个 BNO 5+1方案嘅，咁所以好多人其实你系可以自己咁就去储啲钱，所以我成日讲储钱咁重要就系咁解啦。包括今回啊呢、这个陈茂波波即系派呢个水脚俾你，我成日都话啊派呢个水脚俾你。咁你就可以使用呢啲水脚帮自己悭一悭钱，然后年轻嘅朋友仔啊，就真系啦，尽快咁离去。万一你嚟到使晒啲钱，各样都唔惊嘅啊，因为第一揾工好容易嘅，喺香港你即系尤其后生一代啦，今时今日即系都应该识少少英文。我识啲唔系好识英文嘅啊，都冇嘢。咁同埋而家有 Google Translate 嚟噶嘛，基本嘢你做到嘅。再唔系咪问下人咯？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就系、是、真系一个唔好彩啊，冇晒所有嘅金钱各样嘅，你都仲可以申请嗰个 public fund 啊，要求内政部 remove。你只要同佢讲得噶啦，喂，你银行嗰度已经即系嗰啲叫咩啊，弹尽粮绝，冇乜得剩咯。咁嘅时候啊，英国政府应该都会资助你一啲 public housing 啊，以及俾一啲 public fund 你顶住先嘅。咁慢慢你储到一笔钱啦，开始可以舒适啲啦，咁你先至再变翻另一个状态都未迟。即系政府嘅原意就系去帮一帮你先啊嘛。呢度陈茂波波就同你讲共存同埋动态清零等等啊嘅嗰个愿景咯。陈茂波波就话啦，佢相信短期可以动态清零，你觉得系咩？你3月搞嗰个全民强检，咁跟住4月起码都搞到5月啦。Anyway，年内海内游咁话，你听住先啦吓。啊，唔系海内啊，海内海外游。咁当然啦，有啲啊纯粹，好耐有得去旅行，咁啊去日本、韩国嗰啲欧啦。而家最重要系乜嘢啊？就系买张机票长期嘅，咁跟住就飞去呢个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澳洲，总之远离呢啲野心家嘅地方，呢、这个好紧要。你唔知未来到底会点嘅，就唔可以寄希望于万一，安全至上啊嘛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系英雄气概谂住同佢玉石俱焚嘅，但系你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啊。因为投资学入边有怀疑系揸现金噶嘛，咩叫揸现金啊？远离咯，咁所以你唔会因为一个未必可以实现到嘅希望啊，咁然之后就置身喺一个危险嘅处境入边嘅，呢个好简单。有啲人好中意讲威吓噶嘛，喂，威吓咁都可以输噶嘛，唔一定赢噶嘛。边样嘢写包单话一定赢嘅系咪先啊？咁所以就算你讲咩威吓，你都应该系隔岸就观火啊，冇必要留低喺呢啲咁样嘅地方入边啊，以免万一有咩不测嘅时候一世嘅喎呢啲。所以目前陈茂波波既然派咗咁多钱俾大家嘅时候，其实唔系好多回水啊10000，咁大家呢就好钳紧自己嘅消费意欲啊，买啲必需品咁啊尽量悭钱，悭到差唔多嘅时候就申请英国方案好、台湾方案好、澳洲方案好。咁同埋大家都知嘅，所有独裁者都系噶啦。你见俄罗斯嘅经济系点，中国嘅经济系点，好简单，原因系因为计划经济，所有嘅人民呢，佢就只不过系当农场入边嘅农作物，咁所以就唔在乎。唔系你话好多励志古仔嘅马云、马化腾、范冰冰嗰啲系国家嘅人啊嘛，咁同埋必要嘅时候佢哋都会交翻出嚟嘅。你见到而家系咪啊？咁所以喺呢啲咁样嘅角度入边呢，你自己嘅命运啊就只能掌握喺别人嘅手入边。
是不值得你去努力啊，应该咁讲。因为人哋只要按个掣，你终身嘅努力都可以白费。咦，几押韵啊。哇，所以你见到呢啲啊几犀利。喺机场入面离去嘅时候，成个包裹入面啊有大英帝国嘅国徽喎、啊。招摇过市喎、啊、使唔使啊，咁啊唔需要嘅。太过嗰啲叫乜嘢啊，太过招摇啊，係囉。你走你咪走囉，係咪咁讲啊。就话说陈茂波波佢派呢个10,000元嘅时候消费券啊。竟然啊有呢个陈荣恩喺度话乜嘢啊，唔参加呢个全民强检嘅就唔可以拎啊，佢咁样去 propose 啦、啊。咁但係陈茂波波就话啦，诶、欸、又唔好呢啲个挂钩啊，咁唔知点解啊，可能佢好多亲戚都要飞走系咪，你咁搞法佢哋咪即係攞唔到唔得㗎嘛。冇所谓喎、啊、10,000元跌都跌咗啦，有时机票钱都唔够啊，哇涨出嚟嗰啲。你諗下而家你要喂有冇朋友仔 update 一下，而家飞去英国各样嗰啲机票钱要几多啊，冇乜留意啊，因为。嗱咁突然间啊，喂唔係龙潭慧珠女士嗰啲嚟嘅咩，唔係嗰个谭耀宗嗰啲讲嘅咩，你唔鍾意你咪扯囉嗰啲嚟㗎嘛。哦，即係当日大家冇方法扯嘅时候佢哋先咁大声㗎。而家好落大家都有方法扯嘅时候呢，反而哎调返转㗎喎。有呢个陈茂波波走过嚟讲话乜嘢啊，盼阁下旗舰共同努力，香港未必完美咁话，但毕竟系我哋嘅屋企，我唔理佢嘅。甚至乎成哥都可能改口啊，成哥当日讲嘅系乜嘢啊，此心安处是吾乡啊嘛。哎，今时今日可能改口嘅。唔系你咪见共产教授袁国勇喺度同你讲啦。诶、hey, 香港始终俾到好多嘅发展机会，大家只要持守真相就可以留低咁样。持守共产真相系咪啊，啊跟住哇几犀利啊，同你讲怀远断经啊，系咪啊，咁厉害嘅，搵啲仓鼠教飞都得嘅，话咩人嚟㗎。啊，都我唔应该咁样讲吓、啊，即系唔可以用人嚟形容嘅。同埋，哇，距离完美两个字，你系咪有问题啊？香港未必完美六个大字，哇，不完美可改善啫，我就系记得，系咪啊？不完美可改善，咁所以大家咪清楚知道咯。如果系负责任嘅老人家啊，无论点都好，你都会同啲后生嘅讲，你哋真系离去啦，甚至乎唔够。有水脚各样啊，爷爷嫲嫲就帮一把啊，就唔系有啲真系，唉，都冇办法，即系父母辈有 BNO 啊，咁但系啊又唔肯走，唔肯各样嗰啲噶嘛，咁啊唯有自己啊连埋啲朋友一齐飞走咯，啊呢、這个都唔错噶，今时今日俾到呢个方案大家，系啊抌低自己嘅父母，然之后离去寻求自己嘅未来，呢、這个好紧要，始终有一日你都要咁做噶。系咪？你冇可能笨住一世咁样啊！咁同埋，哇！香港呢个地方大家都知啦，你又只能够俾晒钱，跟住又住劏房啊，劏房波啊嘛，有名你叫啊。所以佢其实唔系讲紧香港未必完美，佢系讲劏房未必完美啊。但毕竟系你嘅家，呢、這个有冇说服力？如果有说服力，你咪可以留低咯。劏房未必完美，但毕竟是你的家。诶，咁每日你喺度做乜啊？喺个马桶隔篱食。饭咯，啊咁然之后食完嗰啲，哇唔怪乎啦，便便教授袁国勇同你讲可以留低就系咁解。喂，以前都还好啊，以前虽然呢啊你都狮子山下精神，住喺劏房入面各样，即系俾完钱各样，你仍然享有言论自由，都仲可以讲几句啊，而且喂唔使呢个封区强检嗰啲，所以咪有朋友仔喺度讲咯，啊有啲都会噶喺度话咩啊，哎呀都怀念香港嘅，怀念乜嘢啊？怀念往昔嘅香港咯，往昔系几好嘅，即系就算住嘅地方细啲，但系大家都仍然相信有未来。今时今日唔系呢样嘢啦嘛，即系你要搞清楚现在同埋以往啊嘛。随住2047，大家都知啊，唔需要等待2047，今时今日系提早实现啊嘛。咁好多其实諗住2040年走嘅，即係唔好遇到咁问水㗎嘛，有7年你点知有咩翻天覆地嘅变化㗎。咁而家仲好啊，断绝大家嘅呢个念头，提早实现，咁大家咪提早
到走咯，就咁简单。去到外国文明国家嘅地方，至少每个人手上系有话语权，呢个好紧要啊。佢要掌握全面嘅话语权，即系你冇话语权啦。既然你冇话语权，间公司都唔属于你嘅，你又只系一个员工，员工就打工仔心态噶啦，打完工赚完钱就跳槽噶啦，边度会讲感情啊？啱唔啱啊？话如果唔系，你怀念啲咩啊？怀念封区强检竹篙湾？唔会噶嘛。嗱，陈茂波讲话乜嘢啊？自己系回归前移民潮嘅见证人，好唔同。回归前同回归，唔好用呢个字，沦陷前。身边好多朋友好快翻香港咁话，嘥气啊呢啲啊，有冇唔翻噶啦？而家你明知系咩款噶啦嘛，系咪？除非某一日姓习嗰个成个党羽啊，天崩就地陷啊，咁啊得喎。咁佢未啊嘛，系咪啊？成个俾联合国维和部队啊，都好难喎、啊。你见到泽连斯基今回系咪啊？所以就因为拜拜咯。因为拜拜嘅上任，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美国呢啲就更加系美国只是纸老虎啊，金梅就更加因为咁样，所以你更加要掹啊。如果食得住个势，老实讲话，如果系特仔今时今日仲喺度，就真系好多人未必走、啊。今时今日系拜拜、啊，仲唔走夹唔头，讲坚呢样。嗱，佢系咁讲嘅环境啊，工作嗰个环境，香港可能唔同，但原本做到高级管理职位，工作岗位呢已经被人填补咗嘅时候呢，佢哋走咗去英国嗰啲未必可以返嚟嘅时候搵到相同工作㗎，佢用呢样嘢做有利呀唔紧要㗎，香港啲工作你估好好做啊，我宁愿真係收低啲人工去，所以我咪话呢啲方案呢最好就係俾中下产嗰啲朋友仔嘅，即係你可能每个月搵唔係好多三四万咁样啦，咁呢个係 perfect 位嚟㗎。因为点解你卖咗香港嗰啲物业各样去到英国嘅时候呢，咁你其实住平少少咁你系储到钱嘅。咁然之后慢慢 run 嘅时候呢，你个 social status 系会即系个社会地位嘅慢慢会高返嘅。就唔需要一定医生律师，反而呢边嗰啲医生呢又唔系话赚好多钱㗎咗，即系好合理嘅一个水平。你鍾意医人，鍾意嗰个环境，自然会走去嗰边，唔会计较个人工。每一个人嘅人工都至少够餐饭食，而香港就冇呢支歌仔唱啦，都系嗰句啦，此心安处是吾乡，要投资有法治嘅地方。但唔排除成哥系可以改变说法㗎吓，你知啦呢维维维㗎嘛。咁但系我哋呢就永远都攞之前嗰句说话讲嘅啫，你要记住呢样嘢。成哥都改咗口啦，唔关事㗎喎。成哥可能因为个伦敦嗰啲计划跟住烂尾跟住改口㗎嘛，唔知㗎嘛，咪大家醒目啊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